欢迎两位哈，今天谁要来啊？主要是我想来。怎么就算计了呢？就斤斤计较了？怎么了？因为我们从大学校园开始认识的，从毕业一直到现在步入社会，我们两个交往了快3年的时间，这3年当中，每次吵闹之后，他总能把一些小事儿，然后演化成大的矛盾，然后跟我去吵。而且我毕业之后，我为了他留在山东，然后就是想跟他有一个美好的未来，一起去规划我们的以后。但是我慢慢的发现，可能我到现在为止，我依然不在他未来的规划当中。不好意思啊，我问了一个问题，就是怎么斤斤计较的？你还是回答我的问题好不好？我没听懂。就是去年他过生日嘛，他让我去陪他去晚上去吃饭，晚上也订好餐厅了，但是那天公司正好加班，然后我实在是抽不开身，我就临下班之前我给他打了一个电话，我说我今天晚上要加班，咱们明天再补过生日行不行？然后他在电话里面还是对我大吵大闹的，当时我周围那么多的同事都听见了，然后我就觉得特别没有面子，我就当时就挂了电话了。然后晚上临下班之前，我看微信朋友圈，然后他和另外一个男生去吃饭，然后当时我就特别生气，我就觉得他是故意气我的。那天是我生日，订好餐厅了，他说他临时要加班，你说我能不生气吗？你说顺延，人家不给我们顺延是不是就浪费了？而且他从告诉我说他加班开始到他11点多钟回到家，这期间过程当中没有给我发过一个短信，也没有给我打过一个电话，所以就换一个人陪你去。不是不是，那个男生他也认识我们，不是说他想的那种关系。我们没说什么关系，我们就问你为什么跟你男生吃饭，就想问这个，对不对？对。那我不是生气吗？你谁让你不陪我呢？而且不是，我特关心下面是怎么评论的。啊，换男朋友了？哎，怎么小张没来？哦，老王在陪你吃饭，是这样点评的吗？我很好奇这个评论，因为我相信这个评论一定不是常规的点个赞，大家会觉得里面含义太多了。在你生日的那一天，大家是怎么评论的呢？就不认识的就问这是谁呀、对呀，大家都在问这是谁呀、为什么大家要问呢？这就是他在意的地方，因为日子特殊，他是你的男朋友，你们的朋友都知道你们是什么关系，当然他会介意嘛，人之常情嘛，是不是？对啊，接着诉苦吧。还有就是他特别花钱大手大脚的，花钱大手，然后他特别喜欢买鞋，他基本上一个月要买2-3双鞋，到现在为止鞋柜里面都放不下他的鞋了。你说你买那么多双鞋你干嘛呀？我说他还不听。然后花谁的钱？花他的钱，那钱不够了他又问他父母要。那谁还没有个兴趣爱好？我那鞋也不是很贵，就是几十块钱几百块钱那种。男生是要说他的一个消费态度是吧？对，然后我说你节约一点，不要那么大手大脚的。他总是说我喜欢买魔方，我喜欢买魔方那是我从小到大的一个兴趣爱好，然后他总是拿这个跟我去比较，让我特别不理解。买魔方和买鞋能一样吗？我买鞋还穿脚上还舒服还好看呢，而且它魔方不是说我们平时见的那种9个格的了那种，就是什么样的都有，都是那种限量版的魔方，就摆在家里的橱子上全是。那东西那也不便宜吧，又不挡吃又不挡喝呢，你买那玩意儿干嘛呀？哎，所以我们说的是个消费观念的问题，对不 对？还有别的吗，小张同学？还有就是这两天他又开始买口红买化妆品，他说那也是他的必需品，就让我特别不理解。我就说你把这些钱攒下来，然后不要花你父母的钱不行吗？然后他就开始跟我吵。他老是说我花我父母的钱买这些东西，我父母打的钱也不多，就像是过生日啊发个红包这种。就唯独有一次是因为那一次没钱交房租了，我就跟我妈妈要钱，那是我唯一一次跟我爸妈要钱，然后要了几千块钱交的房租。那你怎么不说原因呢？交房租之前你买的钱都买鞋了买口红了，你如果把这钱攒下来的话，你还用问你父母要钱吗？不是，我特想问一个问题啊，你管他的消费干嘛？你们俩是什么关系？我们两个是情侣关系啊。情侣关系能管得着人消费吗？因为我觉得我作为他的男朋友。他花你钱了吗？没有。没花你钱你说得着人家吗？我希望我喜欢的是一个。那你找那个不花按你那个标准去找嘛。这是我们现在看很多年轻人就这问题，不喜欢可以跑，一边这样说，哎呀我们爱得要死，你们爱什么了呢？主要就是他喜欢跟我斤斤计较啊，然后我就别的没有觉得有什么问题。没计较什么？我没听出来他怎么跟你计较了呀。因为我说他总是不听啊。哦，你说他不听，所以你认为你们俩是斤斤计较？天哪，行吧，除此之外你们没矛盾了是吧？没有说很大的矛盾，都是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儿。以前谈过恋爱吗各位？你谈过？你呢？谈过。谈过？为什么分手啊？
就是上大学了，然后就分手了。啊，没什么呀。你呢？不诚实。那你说嘛。就是前两天《前任》这个电影没看过啊？你说。然后特别火的时候，结果那天我搁他家洗衣服的时候，发现他那个外套的兜里有两张《前任》的电影票。嗯。你说你跟谁去看的吧？和一个普通朋友去看的。他不承认，那明明就是他的前任。跟前任看前任啊？哎呀，可以哎。是前任吗？就是说出来和个笑话一样。是前任吗？是前任，但是现在只是普通朋友，我觉得没有必要过多的去解释什么，因为我们两个之间，她有她男朋友，然后我现在我有我的女朋友，我们现在只是朋友。然后她那天正好是我休班，然后她给我发了个消息说你干嘛呢，我说我在家呢，然后她说那个陪我看个电影吧，买好票了。当时我没有考虑那么多，我就觉得反正在家有无聊那就去吧。然后看完电影之后觉得跟他看那个电影可能不太合适，然后回来我也没有跟他说，因为我怕他多想。不是，我没看过这电影，但是前任的名字听起来挺浮想联翩的。你们俩在影院里面什么感？你什么感受啊？就觉得这个电影特别感人，然后就没有什么了。李娜老师看了是吗？我没看过，不是据说看复合了，好多都是前任吗？不，就你没复合吧？没有没有啊你。不带挑事儿的啊，没复合就行了。但是你为什么要跟前任去看个电影，就很奇怪。因为我没有想那么多，因为就是他们就是不管是谁，无论是前任也好还是普通朋友也好，如果说让我帮个忙或者说要让我陪他一起做个什么事情的话，我觉得如果我有能力的话我都会去做的，然后我抹不开面子去拒绝别人。所以在这个问题上你没你女朋友坦荡。你女朋友特别坦荡的跟另外一个异性过了个生日，还发了朋友圈，人家发了朋友圈，而你却偷偷的跟前任去看了前任，你不承认。他不止和前任去看电影。哎呀，还有呢，你看看，就是天哪，他的微信里边啊，他会经常和前任聊天，但是只是简单的寒暄而已啊。可是我作为你的女朋友，他如果和前任沟通比较密切的话，我会心里不舒服。最主要的是你和前任去看电影了，我都没有去过呢，我这个电影我到现在都没有看。更重要的是这个事儿他就不对，他不能去陪他看。你那个前任也是，他为什么非得挑你呢？你为什么陪他去呢？因为他是前任呢，电影名字叫前任呢。可是这个电影又人家又没卖票的，非得说必须前任才能进场。哎，跟前任是为什么分手的？我跟前任就是因为很多性格啊或者是什么。哦，你今天来想怎么地啊？就是想通过各位老师的点评，然后让就是我们两个彼此之间的关系吧能够更加明确一点。就是他现在没有把我考虑到他未来的规划当中。因为你不是留山东了吗？为他，但是他到现在为止都没有跟他父母提过交男朋友的事情。哟，这是为什么？因为我们毕业现在虽然说时间不短了，但是也不是很长。我觉得我们的工作也不是很稳定，然后我一直没有告诉我的父母，是因为我觉得我们两个现在还就是对未来很迷茫。就是不是你们俩迷茫还是你迷茫？孩子，我迷茫，而且现在不提不代表我一直不提，我是说想等一个合适的时机，等对方都稳定下来以后再说这个事儿。什么时候是稳定啊？是他的工作稳定了，还是你们俩的情感稳定下来了？对，他一直没有给我一个答复，什么时候可以跟父母去说，然后我就觉得就特别没有安全感。那我觉得说这个事儿得有一个合适的时机去跟我父母，而且我觉得我想等，就像您说的一样，就是不论是工作也好还是情感稳定了以后也好，可能是一年或者是两年。也就是说你承认你们的情感和工作都不稳定，是不是这意思？对啊。也就是说你还没打算铁了心的要嫁给他，只是交往。你说都出前任和前任去看前任了，我怎么办？啊，不要叫这个事儿不放啊，这只不过是一个小事儿。所以今天来是要一个明确的态度，是吧？对。行了，老师们看看这段感情应该怎么办吧，怎么做调整吧，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我想读书的时候应该都看过欧亨利的《麦琪的礼物》吧。两个贫穷的年轻人为了给
轻松一点。谢谢米娜老师，来，乃馨老师，你说你们之间的爱情跟事业都不稳定，对吧？经济能力跟情感都不稳定，三年了都还不稳定，这也蛮奇怪的。你知道为什么不稳定吗？因为你，或应该说你们，之前都没有存钱的概念，经济没有，爱情也没有。而我说你们的时候，其实稍微呢客气了一点，更多的我觉得是你，你没有存这个概念。对，你一定是月光族，对吧？是。你的钱都花光的，要不然就用你爸妈的，要不然就把自己的花光。你从来没有想过你的收入要给爸妈一点钱，对不对？我会给我父母买点东西，但是不会固定给他们一点家用，对吗？对。因为你还没有觉得你有责任奉养父母，你也很难觉得说我要存点钱，万一下个月有什么样紧急的开支，我可以不用跟父母借钱。你没有在计划未来，也没有在存钱，你也没有在存感情。你知道感情这件事情其实也跟存款是一样的，当两个人都做了一件像刚刚米娜老师说的让对方感动的事情，咱们就存了一点爱情基金。而吵架、跟别的男生去吃饭、跟前任去看前任，通通都是爱情里面要花钱跟扣分的。那么你们的爱情基金够不够扣呢？如果你们根本没在存，一直都在消耗你们的情感去做扣分的事，你们的感情就会是负分嘛，你们的感情就不会累积到一个稳固的状态。所以三年还在风雨飘摇啊，毕业有的时候是一个关卡，正好可以看清楚这个人到底适不适合跟我一起再进入下一个阶段，有的时候确实也是一个考验，要不要换个伙伴继续往下一关走，还是同一个伙伴能不能换一个新的心态继续往前成长，这才是你们要想的。谢谢乃馨老师。来，小严老师。男生今天是向我们来要说法要未来的，对吧？对。
所以玩都玩得不开心了。当然了，最后的选择是你们去选，一起进入真情60秒。从校园到社会，将近3年的时间，我们的环境不同，所以说我们的脚步也越来越不同了。我希望，我们两个都能够放慢自己的脚步，去考虑我们的未来会怎么样。只有这样，我们才能够继续走下去，否则我们两个对彼此都是一种伤害。我们在现在的生活当中对彼此都不够支持，都不够理解。我现在对我们的未来也很迷茫。好，时间到啊。谢谢两位年轻人，来，请回，请回。好了，来，请关门，并开门。祝你们幸福。